被誉为中国娱乐圈男神 c b e i 的演员成毅，最近给粉丝们带来了特别的惊喜。最引人注目的时刻之一是他在电影项目中摔倒后倒下的场景。这不仅是表演艺术专业性的体现，也让观众关注并深刻感受到成毅的演技。可以说，成毅在摔倒场景后倒在粉丝腿上，不仅是加强与观众联系的好招，也是热情和专业精神的体现。 成毅不仅停留在表演技巧上，还利用这个时刻为粉丝们创造了难忘的回忆。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积极看待这一时刻。成毅的同事白鹿看到成毅摔倒，表示很无聊。这再次说明，在娱乐圈里，不仅有支持和共识，也有复杂的关系，有时甚至是竞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成毅在白鹿发生事故摔倒后，与他的爱人疏远。这可能是保护个人声誉和个人空间，免受媒体和观众关注的一种方式。 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娱乐圈艺人之间的共识和支持问题，不仅止于消极的一面。男主败北摔倒的场面也是动作片、武侠片中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熟悉的元素，深受观众的赞赏，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有吸引力的形象，而且也是演员表演能力和面部肌肉控制力的明确衡量标准。诚意的最大魅力之一就是能够在每个角色中进行转换，在《沉香如碎片》项目中，他以英渊君的铠甲设计引起了轰动。 这身铠甲不仅展现了帝王的坚韧和力量，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毅的形状不仅保持理想的外貌，而且展现出即使倒在敌人脚下也不会消失的美丽。他的黑发和盔甲凸显了他脸上的强硬表情，营造出一种强大而有魅力的形象。二零二三年底最火的历史项目《宁安如梦》标志着成毅事业的重要转折点。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同事张凌赫的表现感到满意。 观众对他在电影中糟糕而令人困惑的时刻感到失望。一些微博博主分享了一段有关张凌赫表演的争议片段。张凌赫在《宁安如梦》中奇怪的坠落场景被许多人与程毅在《沉香如碎片中的类似场景进行比较。对张凌赫演技不佳和影片拍摄角度不佳的评论引起了网络社区的高度关注。《宁安如梦》拍摄角度不佳引发争议，有该人士辩称剧组拍摄角度太奇怪，故意压抑张凌赫。 尽管有辩护意见，但有关观众反对的信息仍然在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关于观众的严厉评价、镜头角度与演员演技的关系的讨论，成为网络社区的热点。此次活动不仅引起了社交网络的关注，也引发了观众的多种不同意见，正面和负面的反应并存，媒体平台上营造出生机勃勃、瞬息万变的氛围。总体而言， 这一情况不仅是一个演员、一个电影项目的具体事件，也证明了网络社区在现代娱乐行业塑造和评价艺术家的力量和影响力。媒体和社交网络的热议和关注，表明了数字时代艺术家和观众之间互动和交流的重要性。